我想你，我真的真的很想你，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。我说了不可以，那就告诉我为什么不可以。你不要再跟我讲，因为你是老师，我是学生这种烂理由。你也不要跟我讲什么结婚生小孩这种屁话，我不相信。你说啊！因为你是我弟弟，你是我爸的儿子，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姐弟，这就是你要的真相。你在讲什么？你骗我！我也希望是假的，我真的很希望。可是赵，拜托你不要讲这种烂理由来骗我。我没有骗你，你还记得我那天打电话给你吗？我问你的生日，我就是想要确定你妈是什么时候怀孕的，我想要确认我们两个是真的没有关系。好了，我不相信。